你敢想，2023刷屏全网的开年神曲竟都涉嫌抄袭，难怪大家都说华语乐坛要完了。第一首《武家坡》曾被多位歌手翻唱，还一度登上跨年晚会的舞台，如今却被网友质疑涉嫌抄袭了初音未来的歌。我恋你孤孤单单，不等我碎难，你会真正一十八年。二首《早安龙回》借着世界杯的东风，掀起全网70多亿的话题播放，但许多人却说这歌借鉴了德国的励志神曲。深情的望着你 Happy guns of it cuisine From Singapore with Evelyn 你是那夜空中最美的星星照亮我一路前行开首爱是无畏的冒险歌曲最火的前奏部分也被耳尖的网友听出与一位网络音乐人的二创作品神似从而备受质疑那到底像不像咱们就一起听听看吧